哎，我还没拆就下来的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没交吗？还这个 ？What？ 今晚上修小米11 Ultra， 小心一点，看一下人家藏没藏那条线，没有。哎，这个机器换过配件的，这胶粘的好紧，好紧。他之前换过配件，都粘的，我感觉我拿不动，我就不敢使劲去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项链怎么取。你不要笑我，我没修过这，我还没修过这款机器呢。哎呦，这要掉掉了，这样下来的。这底盘还是双层的。先查一下，我不喜欢胶贴的到处飞。哎，我第一次修这个小米11 Ultra，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旁边那个东西去掉了，好像还真的是挺烦的。这个屏幕上挡着 CPU， 挡着 CPU 抬不起来，我把它查一下。其实好烦啊，这种我就害怕，我就讨厌这种胶到处飞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啊，它真的是有点挡视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CPU 这位置，来，我们给它裁一点点，把它打我们那个切割机骨。来，看到没？我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喜欢把那些东西全部裁的乱七八糟。我这种人是不是很恐惧，知道吗？这边还要裁一点点，但是我肯定不会把这边给人家弄完。这下我来才拿那个刀一下就给它弄上来了。OK， 诶，我还没拆就下来的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没交啊，它这个。OK， 拿下来。喂，好的。OK， 这样看着才舒服，知道吗？那这就 OK 了。看，这样，爽不爽？OK 就行了。你看这小年轻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画面啊，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画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我真的头啊，在这里，哎呀，找的我真的啊，来，能打开，看这里，你看，我发现小年轻都喜欢搞这种画面，哎，哎呀，来，连上了哈，来看一下，来这里。对对，修得好，这就是曹师傅的店名。OK。